两条线，所以我有心啊！我今天有心，我会找妈妈。 小杰，你来这么久了，你是吃坏肚子哦？你谁呐？你身体不舒服哦？妈，我被做妈妈。 心哦！我早就咧想讲，看你安尼要讨要讨，你应该是有心啊，结果真正是的哦。你看你啦，为了这个囡仔，你辛苦这么久，今麦总算是有代价啊。我妈妈替你做回忆。有心啊！ 你要做阿公啊！唔要，好，亚姐啊，你有心哦。爸，以后有孙，通我陪你佚佗啊。哦，安尼足好，足好诶。诶，我甲你讲，咱这个孙哦，伊安尼满月岁又胖哦，我要甲记住哦。啊，等伊哦小较大咧，我就开始哦教伊煮食，搞我这手咯哦，全部拢摊落伊。阿童也未生咧，讲到这样，你会想想者无？ 没啦，我咧讲啊，亚姐巴肚内这个囡仔哦，是咱罗家的子孙呢，一定足有天分的啦。我那是哦，安尼自细汉就开始甲教，吼，等下大汉都做得起来不得了的啦。你讲啥？你是讲亚姐有心啊？安姐，你等来啊。罗大爷，我唔是安姐啦，我是晴天。 恭喜你呢！啊，即阵啊，你为着想要有囡仔，一直拢足拍拼的，嘛食足济苦的，啊，即马总算是完成你的愿望啊！我真正替你足欢喜的。这囡仔哦，就是福气啦！我相信你以后的日子会愈来愈好的。多谢你，雅姐啊，哦，这囡仔哦。 真正是足捌代志的，知影今日时阵来，会当互你甲冬俊好好。你甲妈来转，妈哦，好我甲你补身体。我今仔有甲晴天、张刚去你买你上爱食乌骨鸡啊，搁有得先要炖补汤互你食呢。既然你讲到冬俊，妈你有台讲一句较无客气，也是为着要爱这个囡仔。 伊逐工哦，都安尼走病，伊食药啊，规个腹肚煮甲全空，伊有偌辛苦，你应该真清楚。结果咧，当初无体谅伊，就转拄煞，阁用头家来咧回报伊。也是等来后头厝偌久啊，连一撮都毋捌来过啦，连一个简讯我甲回一个信的嘛无。今仔日恁听着讲伊有心，恁就要叫伊转去，你即马到底甲囥咧度哈？ 陈东升迄个无良心的，就莫讲伊啊啦！啊，不过东俊哦，伊真正早已做唔到嘛，后悔啊！哎呦，工课伤过无闲啊，唔知一直还袂来接亚杰转去啊！所以我先做大家替东俊来看亚杰啊嘛，等于是甲东俊伊家己来同款意思啊！吼，同款。 都去共款啊！迄差咧远的咯，亚杰是要甲东俊哦，惊一世人的人呢。结果咧，伊比你的脚脚后，你做妈宝啊？今嘛都搁叫你这个妈妈来替你收买。我讲实在的啦，我安尼变哪会放心把亚杰交予伊？连一个某都顾袂好，我免得当相信讲哦，伊会当有囡仔一个幸福的家庭啊！真正是。是啊。 姐，看你囡仔的份上，你阁予东俊一个机会，予伊去尽一个做人爸爸、做人翁婿该尽的责任。机会我毋是无予伊，嘛爱看伊是毋是想要爸爸。
哎，那一定会把握的啦。东俊也知影讲你已经有心，那一定足欢喜的。你今仔就跟妈妈回去，咱做伙甲东俊讲一个好消息好唔？要回去也用的啦。要唔过东俊吼，还佫有陈忠信家己来带啦。东俊免讲啊，伊是一定要亲身来接雅杰回去的。啊，唔过陈忠信结婚啥地带？还无地带啊！啊，伊是东俊的老爸，雅杰的大官呢。我跟你讲啊，雅杰伊当初来当个后头厝，一方面吼，就是东俊反陪伊；，要么另外一方面，就是陈忠信这个臭水给气倒来啦。伊若真要真正咧，唔忙讲吼，这个水会当叫伊阿公，安尼用的，叫伊家己来背罪。我唔对啦，哎、欸，陈忠信哦，进前话讲到遐尼歹听呢，啊！伊这边哦，若无亲身来给雅杰赔罪哦，免想要搞雅杰带动去啦。我咧讲啊，雅杰巴肚内这个囡仔是阮老家的孙啦，啊，阮家己的孙家己会晓带啦，到时孙哦大，甲伊拢无关系。阿东，罗东的甲罗夫人讲的嘛，不是无道理啦。阿母会离开上大的原因，就是阿伯甲陈忠信，阿叫伊两个来接，也是应该啊，安尼。哎呦，阿母心内较好过。马贵，看起来真个状况比我想讲严重啊，所以我已经开始探听，看卖是毋是会当伫国外找到专门伫乐界的医生啦。若真正找无，我咪想办法去摕到盐酸美沙酮的。子轩，进来，去提一条清洁的毛巾来我自然家。你对子涵真的是疼你心，我有讲过啊，子涵都袂熟悉我的亲生后生同款啊。你应该袂认为讲我是凊彩讲讲的吧？我知影，拄只子涵发作的时阵，你甲家己的手互伊夹，你若不是真心对待伊，你是绝对无可能安尼做。听小姐你这年的囡仔呢，我哪有可能目睭紧紧看伊安尼聊落去？你对志涵的代志，真你要尽心尽力。敢真正只是把伊当作是家己囡仔，还是有一部分原因嘛？是因为关心我。妈卡来，喂妈，东俊啊，你是在倒位啦？雅杰有事啊，你紧转来啊！真实嘞？哦，还当然嘛是真实嘞，这个代志用滚双球呢。你到底在创啊？我。我咧找行程啦。好，我唔管你在创啥啊！你即马随跟我转来，我伫咧厝内等你，听到无？华仔，我妈讲，雅姐有心啊。恭喜诶！
那呢，你即马应该赶紧回去才对。那呢，你一个人照顾？我一个人没问题。啊，那呢，我先来等。你是真正希望我回去，还是干那想要爱囡仔？雅姐啊，你哪安尼讲啊？这个囡仔是咱两个人拢想要爱啊。你是我的太太，一段时间你无待在厝内，我心肝内嘛感觉足哀忧的。我嘛一直想要赶紧找时间，好好甲你讲，请你搬回去住。啊，不过偏偏离婚一边哦，代志一大堆啊，啊，唔才拖到今嘛。雅姐，你应该知影我无咧骗你，我讲的拢是真实啦。哦，啊无用哦，就咱家家己的太太哦，肯定拢无要管伊啊。啊，你为因去应酬啦，啊无用来找雅姐啦，啊连一通电话哦，一个简讯哦，拢无来呢。啊，你若真正这么无用哦，规期拢莫来。对啊，迄毋是无用，迄叫做无心啦。雅姐有心，伊那若生落来。嘛不一定要对东俊生啊，今麦什么时代啊，对不？伊买当细路，你那我来饲嘛是真好啊。无咯，虎皮啊，你那安尼讲啦，哪会好囡仔细路？亚杰甲东俊是翁仔某呢，你敢真正无想要因翁仔某好好？在创啥？雅姐，我真正感觉就对不起你，因为凡事哦，我都干那是着我家己，所以袂记你一直拢是你陪伫我的身躯边，我才得安心去打拼。咱已经牵手行这么长的时间啊，算起来，我已经行过半世人啊。虽然讲唔是毋捌发生过冲突，但不过我知影，那边拢是你给我机会。是你都要保佑，咱的婚姻才能继续走下去。你的付出，我拢放在心肝内。那现在咱已经有囡仔，咱要表示这个婚姻一定有的意义啊！咱要互相继续打拼看卖，为一对翁仔某共同学习，做一对父母，你讲好不？画完啦，起来啦！啊，两恁查甫人对经营家庭吼，确实是较无心啦。不过听你安尼讲哦，我知影你有在反省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你以后要做爸爸，心态较定着的。以后若是讲哦要出去做啥物代志，你都要想看卖，讲你厝内有一对母仔在等你，啊？要做代志进前。你都要想讲这件代志，对你的囡仔有一个好的模样无？安尼才去做，安尼才对得起你的家庭。我知了妈，多谢你的提醒。当初我是帮你啊，不过你我无呢。你之前讲什么？我雅杰无需要做你的媳妇，这句话你要收回去无？哎，这句话哦，我早就收回，而且我吞了巴肚内面啊。啊，恁家是无酒。啊！若无我走了，自罚三杯，当作是赔罪。安尼啦，我问你啦，万不能这个囡仔哦，生出来是查某的，你敢会嫌东嫌西，讲要退回啊？我敢是迄款人，我的金孙不管是查甫还是查某啊，对我来讲哦，拢是同款啊。只要心向单家，就是这人听，我袂重男轻女啦。